今天是超市每月一次的活动日，只要满满198元，凭借小票加上88元现金，就能换取一张150元的购物卡。这张购物卡当天就能使用，您完全可以分两批进行结账，这样最多能直接省下62元。而且9点半之后付款，还会附赠一张价值20元的电子打车券。您要是没开车，东西又不小心买多了，方便的话可以直接打车回家。小伙子，你知道的真清楚啊！现在像你这么会精打细算的年轻人啊，不多了。阿姨，您过奖了。之所以知道的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也算是超市的工作人员。现在正好下班了，在等人，才没有穿员工服。哎呦，你还是学生啊？啊，不，我已经毕业有些年了，只不过最近手头拮据。除了本职工作外，又不会什么特殊技能，所以偶尔会来打打零工。还是挂了吧。我就是简玉，抱歉，都是误会。9点之后，当日的便当会进行半价处理，你要是饿了的话可以带些回去。哦，对了，我刷员工卡的话有优惠价，还可以更加便宜一些，你要是需要的话我可以帮你买。至于短信上提到的事，我们可以稍后再聊，不然去晚了就抢不到了。没事，就当带动超市业绩了。喂，怎么了？没记错的话，那家超市不是先前遭到过段安琪盗窃的地方吗？还有关于简玉的事，昨天我向莫医生同步过警方的最新调查进展，他没有告诉你吗？可以，我现在正好在警局办公室。简玉的话，从目前的调查结果来看，他其实才是受害者。对，我们后续在简玉的家中发现了隐藏摄像头，虽然无法证实是否为简玉本人安装，但在对其中将近一个月的存储数据进行提取与解读后，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苏海燕确实曾经出现在这间屋子里，只不过她是趁着家里没人时通过爬窗的方式进来的，属于非法入室。时间大概就在葛蕾蕾身亡案发生的前一天。
没错，那箱钱以及放在客厅里的玫瑰和花瓶，都是他翻窗开锁后从大门外带进来的。除此之外，当时还说了另外一件事。几天前，莫医生曾经向警方提供过一个视频，其中拍摄记录的大多都是对流浪者或者动物之类的弱势群体进行欺凌和虐待的内容。通过对视频内场景的比对、周边监控的调取，以及对相关涉事人员进行问询调查，警方证实了拍摄视频取乐的主谋名叫杨明，他就是孟真曾经跳楼身亡的孙子，生前与葛蕾蕾以及段安琪就读同一所高中，是他们的学长。威胁你的并不是葛蕾蕾，反而帮你的那个人才是。没错，那个人一直都鬼鬼祟祟地躲在暗处，我至今都不知道是哪个混蛋。不过既然后来事情都解决了，我也懒得深究了。是的。他呀，你应该知道，我偶尔会去医院做义工。只不过是早些时候他重病住院，我有空时常常会过去照看一下而已，也没什么特别的。但他估计是带病在身的缘故，所以行为才会稍微有些反常。我猜是一些心理疾病。他始终抱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单方面认为我对他抱有不同寻常的感情。没办法，我只能推荐他去一次末世心理研究中心，找莫医生看看情况。毕竟莫医生也算是未名氏数一数二的心理专家了，不是吗？这就是短信里提到的东西。我根据职务之便，调取到了段安琪实施盗窃之后几天的视频，然后发现，隔天，那位叫做孟真的嫌疑人，曾经在很多货架前徘徊过，其中就有售卖甜甜乐的地方。虽然那里正好处在监控死角，不能直接确定他是否偷过那些农药，但那几天也恰好没到盘点的时间。之后最近一次的盘点，就是在发现段安琪偷过东西之后了。
不是只有你们才有情报网，我也认识很多好心人。你误会了，我没有帮你们，我只是觉得那名叫做葛蕾蕾的孩子很可怜，你们应该要把这件事彻底查清楚。等等，忘记给钱了。没事，这瓶水就当是我送你的，只给饭钱就够了。你是有什么话想说吗，奥吉尔？少爷，恕我直言，您这么做实在是有些不妥。那位孟女士，她很有可能就是谋害那位姓葛的小姐的真凶。继续把她留在家里，只会惹祸上身。这件事你不用操心。少爷，您就真的这么缺少关怀吗？他是让您回忆起了家中那些无情的长辈吗？因为风土人情的不同，在性格上，孟女士似乎正好是他们的反面。真敢说，多余的话我就不提了。总之，既然有些事情你看不惯，那我这里也容不下你。出去，离开这里，在我想见你之前别回来。少爷最近睡眠不好，需要喝花茶助眠。您要是不嫌麻烦的话。